各位同學，咁嗱，呢條咧係2024年 DSE M2 嘅第十一條啊。咁第十一條咧，我就寫定咗啲嘢啦。咁就咁嗱 ，A 嗰度 A 嗰度送分嘅，就 in 呢、這個。咁呢個嘅話就好明顯，就 let x 等於 a tangent 啦 ，x 等於 a tangent， 所以咧dx 等於 a secant square dx d theta。咁所以條式裡面變咗分母就變咗a tangent。tangent square 加一，即係 a square secant square 啦。tangent square 加一等於 secant square， 咁 dx 等於 a secant square， 咁呢兩嚿可以約咗，約咗剩翻 alpha a， 咁所以 arc tan 嚟嘅 ，alpha a 乘 arc tan x over a 加 c， 咁啊三分送噶啦，其實好啦。B 嘅話咧 ，gx 同埋 hx 咧係一個分別係 even 同 odd 嘅 function， 咁要你證明呢件事。咁嗱，呢件事嘅話咧，咁even function 即係 g 負 x 等於 gx， odd function 咧 h 負 x 等於負 hx。好，咁其實咧，佢 in 呢嚿嘢由負 c 去 c 咧，即係拆開就負 c 去零，我寫大隻啲啊，負 c 去零同埋零去 c， 然之後咧負 c 去零嗰度咧，我哋用 change variable 去 change 佢 y 等於負 x 嚟做，即係 y 等於負 x，dy 等於負 dx。咁所以呢個等於負 dy， 而個 domain 咧 ，x 係負 c 嘅時候 ，y 係 c， 即係呢個數字就變咗 c。零嘅時候，大家都係零，咁就轉曬個變負 y。咁因為個gx 咧係even 嚟嘅，所以變咗 g 負 x 負 y 都係變咗 g 負 gy， 呢個變咗 gy， 呢個變咗負 hy。咁然之後咧，做曬幾樣嘢，轉埋個 dummy， 所以轉埋個 x， 然之後個呢個負可以上下兩個 domain 轉咗，調轉咗佢，咁後面嗰又照抄落去啫。好，咁寫完咗之後咧，咁就發個 domain 一樣，咁就抽佢個 gx 出嚟，咁就變咗呢嚿嘢。咁我需要咧就將一 over 一加 e 嘅負 hx 加一 over。一加二嘅 hx 通分母，嗱通分母喺隔離，我寫得簡潔啲通啊，咁樣通。一 over 一加負二嘅負 a 加一 over 一加二嘅 a 次方通分母，通一分母即係兩個分母乘開，乘開變咗呢、這個一加一再加二 a 二嘅負 a 再加二 a 分子就呢個乘，我發覺一樣嘅一嚟嘅，咁等陣我通完分母之後，佢都係一咗啦。咁我通咗分母啦，咁約咗，所以等於 in gx 搞掂。咁呢度七分咁就搞掂咗啦。咁當然啦，如果你做到即係兩條 long 規嘅話，嗱，即係已經差唔多做到兩條 long 規噶啦。我即係去到呢度第十同十一，咁已經攞咗一大部分分噶啦，即係座底都有五噶啦。好，咁最尾嗰 part 嗱，最尾嗰 part 咧，佢叫你 in 就 in 呢個 function。咁 in 呢個 function 咧，咁好明咧對比翻啦，呢嚿嘢應該係個 g 嚟噶啦 ，g 嚟嘅，而呢嚿嘢個 h 嚟嘅，啊唔係呢嚿嘢，咁所以我哋要 let 咗佢兩個，睇下佢係咪有 odd 同 even 先。咁所以我 let 個 g 係三嘅 x 次方加三嘅負 x 次方 over 九嘅 x 次方加九嘅負 x 次方加七，個 h 咧就 sin 三 x， 咁就 check 佢 g 負 x， 咁就負曬佢啦，哎一樣喎。佢真係even 嚟嘅喎，都好 even 啦。咁、那個 sin 咧，因為 sin 個負咗之後咧，就可以抽出嚟噶嘛。咁所以等於負失負 hx。咁所以 g 係 even， sin h 係 odd 嚟嘅。好啦，咁呢嚿嘢佢要你 in 嗰嚿嘢，其實就變成咗一敗嗰個 a b 二嘅話咧，其實就冇咗呢嚿嘢啦。而且個 domain 係零至一。咁然之後呢嚿嘢咧，剩翻呢嚿嘢咧，咁我點解寫定咧？因為其實我寫到呢度咧，發現咧，我翻翻轉頭寫嘅時候咧，就有啲問題，咁所以我就要即係確保即係唔會自聲錯咗嘅。咁所以咧，嗱我處理呢嚿嘢嘅時候咧，處理恰當嘅時候咧，就發達；處理唔恰當就麻煩啦。嗱，因為其實呢嚿嘢如果你 D 咗佢咧，有個負出嚟嘅，所以你塞入去嘅時候咧，其實佢會塞咗入去咧。你塞入去嘅時候咧，就會係 alpha ln 三，三 x 減三嘅負 x dx， d 呢嚿嘢嘅。
係咪啊？即係你調翻轉嚟睇啫。咁所以其實咧，你就需要將下面嗰個嚟咧，就變咗三嘅 x 減三嘅負 x 嘅二次方嚟睇啦。哇，咁都得！即係佢就係咁樣玩你啊！咁呢個變咗九，所以我將佢第一步咧轉咗呢個樣先。唔係嘅話，就會蹲你好耐時間咧，你唔知道搞幾耐噶啦。好嗱，咁然之後 let y 係等於三嘅 x 次減三嘅負 x 次，所以 dy 係等於ln 三三嘅 x 次。減加三嘅 x dx， 佢咁樣先會變到翻。問你死未？好啦，零到未零到一，係 alpha ln 三啊，即係上面嗰嚿嘢 alpha ln 三 dy， 而下面嗰嚿嘢咧就其實係y 嘅二次加九。咁你好明顯個 a 係三嚟噶啦。咁呢個位咧就 x 係零嘅時候。三嘅零次方即係一，一減三嘅零次方都係一，所以零。x 係一嘅時候，個 y 係三減三 u 法三，即係三分之二，所以零到三分之二。好，咁然之後咧，敗嗰個 a 嗰個結果 ，a 嗰個結果就呢個嚟㗎 ，u 法 a tan arctan x over a 啊。咁所以 a 係a 係三嚟嘅。咁所以 alpha 三乘 ln 三，咁跟住 arc tan 就 y alpha 三，擺呢兩個數字落去，好嗱，擺三 alpha 二落去嘅時候咧，咁就乘三 alpha 二嘅話就即係睇下先啊，三 alpha 二即係arc tan。二 over 九，好啦，咁擺零嗰時候咧，佢就會係零 ，arc tan 係零，係零嚟嘅，咁所以個答案就呢個就答案啦，咁啊搞掂，咁啊非常之即係巧妙嘅一個題目啊，好，咁啊多謝各位同學先，請 subscribe Dr. Katie Maths 呢個 channel， 拜拜。